第五节八个式子啊，脱身换影，裸手边踩，进步撞锤，迎面弹膝，骚扰单锤，反背冲锤，天王托塔，王不管下啊，这么八个动作，我给大家演练一下。脱身换影，唰走，动作一下。脱身换影，走，落手边踩，进步状态，平面弹膝，骚扰单锤，进步冲锤，天王托塔，王不管下。这个第五节有一个脱身换影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拜式，也是对方来了走一个拦下踏啊，这是一个裸手边踩，裸手把对方的手向上拧，拖着中节，一个扁踩动作，进步撞锤。脱身换影，走，掰步，扣步，虚步啊，这一个含犄角，注意这个。啊，掰步、扣步、含犄角，下了一个下踏的步，离下踏掌似的，把力量六分做在后边，前面四分的力量，我再做一遍。左手边踩是一个缠肘、拖肘、踢，是一个搓腿的踢。边踩下来要踩，要一个踩住对方的脚，就是两肘蹭肋，两肘蹭肋，手这个拳拧翻，进步撞。击打对方的两肋，是这么一个。再做一遍。裸手，边踩，踩，撞，这有一个错拉的那个动作啊，往回拉。身体跟着往前走，撞，迎面弹膝，走的是右手拢，左手打，同时脚绷直，弹膝盖，气弹膝，后退，骚扰单锤，这是一个摆拳的动作。跟对方的耳部，所以叫扫耳单锤，迎面弹膝，扫耳单锤，进步冲锤，啊，进步冲锤，要是一弯下拉，一弯上钻，是这么个动作，上步，天王托塔，左手挽，右掌推。
这个推，要奔对方的啊喉咙这地方啊。黄埔管线是用对方的是肘向对方的胸指去啊，有个下拐的动作。这个动作要跟这个过去啊绕线这个动作上，所以有个拐线，有往回拐的意思啊。我再做一遍这个。七步撞锤，迎面弹膝，倒着单锤，反面劈锤，反面冲锤，这是天王托塔。这个上的手变成掌，往下摁。这个掌顺势从向上斜托，两个掌做两个方向的动作，就一推一挽。所以这种这黄埔管线这种要肘对着对方的胸来拐动作。好，演练一遍。其实脱身换影，裸手边踩，进步撞锤，迎面弹膝，扫手单锤，进步冲锤，天后托塔，黄埔管线。下踏，好，对方向我进攻的时候，我后撤转身，好，本来接上啊要撤，他继续跟的时候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他对地，他的手过来的时候，你看，拖住，啊，要拖着。中间下踏啊，这个姿势踏的时候要踏到对方的这个膝盖以上大腿根根部啊，所以这个走的时候是往这儿下压动作啊，看啊，来做一遍。好，走，下压动作，同时这个脚也要盼住对方啊，同时插的时候你看挪掌下踏是它的根部大腿的根部，同时上步盼住对方的腿下压，裸手边踩是缠一个缠手啊，一搭手的时候，手一下一个插花手，拧着对方的手，拖住对方中节起腿啊，他要一撤脚的时候踩这脚啊，变成进步撞锤啊，搓腿啊，走踩这个脚撞锤，手到身拥，他退退不出去啊，这就头一个脱身换影，裸手边踩，迎面弹膝啊，进步撞锤啊，那是迎面弹膝是怎么着，也是手翻着啊，这也是一缠他啊，手的缠啊，这是外脚，这是外脚向后走，迎面弹膝是这手，你的右手向我袭击的时候啊，它是这么弹啊，这个脚是踢的是七啊，打的是他的面啊，裸是裸手向他的我的右外方
领手来打，弄这个，啊，弄左手，打右手，这是一个圈拳啊，这不是迎面弹膝，走着搂这个，搂这个向外的搂的时候，我是这么踢的，向左搂的时候呢，撤步，打的是这脚，这是做的迎面弹膝，骚然锤，啊，进步冲锤。八卦掌的六十四手啊，可以啊，相互连接着去练，也可以呢，每招每一式的，啊，不是就是啊，必须要怎么做，因为对方的啊有很多的变化，你不知道啊，所以拳打两不知，啊，所以上手的时候，也许我不是非要做这迎面弹膝，啊。他手来了以后，我也说，我也可就这么打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就随机应变。迎面弹膝，骚然锤。做的骚然锤是怎么走的时候是吧？他压我这手时候，你看，冲锤。他往下压，我顺势往下走。啊，骚然锤的事走，啊，进步冲锤。啊，这是不动。如果要动，就是，啊，骚然锤，进步冲锤，啊，往前有攻，从底下往上搓，啊，两个手在一起，力量要从腰往上走，进步冲锤，再做一遍，骚然锤动的，你看，呀，冲锤，啊，天王托塔，这个托塔动作。是，也是一踩啊，上一踩，这么这个要冲掌，嗯，对方的手向我袭来，唰，这可以，啊，它左右循环的，不是必须这手，所以六十四手练的时候是两面都要练，比如说您练这天王托塔。啊，向后，啊，两个手左右循环，是，一是单边不为急，左右循环乃为宜，左换右就换左，啊，抽身倒步自合击，这是在这个谱的口诀里，他就说，不能一帮啊，不是就是一手，一边，啊，左右循环。包括我们的掌走的时候，你看，这个也是，啊，刚才练的这个，锣，这下摁，从底而上往上打，同时腰往前去，啊，这个手不是这一拖就完了，啊，而是压住对方手，要扣喉咙，啊，有一锁喉动作，啊。你要一锁喉，他肯定他要哎，这手就要拦截你的手。这在这会儿呢，这叫王母拐线。这个王母拐线的力量呢，就是用你的中节，也就是肘，冲着对方的心、胸。你看，这手他拦截的时候还不让他动了。有一个外掰筋的动作，也是拿法的一种。你看，从外扣住，向他自己的一方滚动，同时肘拐，啊，他一拦截我，你看，嗯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是对准了对方。你要光这么扎法，一定要把这个折度要大一点。在这拐厉害啊！光这么一个压动作，你还不用怕，一拐啊，所以这叫王母拐线啊，有个
反关节肘压向外拐的动作，所以这手就是啊天翁托塔有锁喉的动作，身体要向前冲，手要摁住对方啊，护住他的手，他的手蛇上来你看就不让他走了啊，叫蛇肘，这肘呢就冲着对方的胸来，同时外拐的动作啊，再做一遍啊，他一再拦截在那儿啊，走，这个下手不是就完了，如果咱们这手是这样完了，如果要是咱们这边翻过来就不瞧就是你的鼻子啊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，所以他条件反射使得对方必须要上点手，你看我一去他手肯定要摸，那摸手啊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所以他的手要一个反的反关节，同时肘向外拐，这就是反臂劈锤的用法。发展这第五次第五条第五节啊，就演练到这儿。